青春奉献给了我们的变脸舞台，掌声。是精彩的魔术表演哈，大家都知道魔术的话它有很多的悬念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魔术这位大哥，这位帅哥哈，能够带来哪些我们舞台上的惊喜，好不好？这可谓是精彩绝伦哈，要相信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哇，太厉害了，来掌声送给他好不好？人不仅帅哈，我们的吴老师还这么的有才，对不对？
我在后面我都看不出它的破绽在哪儿。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红布吗？难不成还能变出一朵花来？看一下，普通的一根棍子而已嘛。咦，敢转一下呀，一个普通的布袋子，我看一下里边还能变出啥。普通的绳子，其实所有的道具在魔术师的眼中它都不普通哈，因为它都可以变成不普通的东西。你不要想不开呀，看一下，哇，断了的绳子，三根断了的绳子，睁大眼睛，又有什么新的发现？看一下，粗的绳子，这跟咱们平常挑螺的绳子差不多，是不是？看一下能变成什么东西来。哎，刚刚是三个不同长度的绳子，现在变成同样长度的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还有变化，我又变成了，再看一下。咦，又断了，哇，又变成刚刚三根不同长度的绳子了，来，掌声送给我们的吴老师。就是给我橡皮泥，我也捏不出这么自如。哇，
迪 plus。 三根红丝带，四根，哇，爱我中华，来，掌声送给我们的吴老师。同在一片蓝天下，希望我们共享这盛世繁华，也希望我们今天沾沾我们刘家的喜气哈，沾沾寿星的风光，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能够开心而来，满载而归。